我出了，总算是没有白孤独一场。咱们戚家总算是有件喜事，快请国公爷回府，挂红灯，点炮竹。母亲，先别忙，这些事情，儿子自会吩咐下人去做的。现在有件事情，儿子想求母亲，母亲，我明白。 母亲明白，都怪我不好，让你结婚数夜，变成了官府。如今也算是有功名在身，再去提亲，也不算是委屈了您了。母亲，这九母女更衣。 去盛家，一定将这门亲事说成。